小白，卖了有多少钱了？应该有600多了吧。卖这么快啊？对啊，你知道刚刚有多忙吗？5、6个人把摊子围满了，都忙不过来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虽然来的是晚了一点，但是又没闲着，刚从梨园里面拉枝子回来。你知道现在梨园里枝子长得有多硬吗？可难拉了。33块二，给33。妈妈想吃葡萄，你们俩弟弟吃的。小孩喜欢吃的。这么热的天，月亮还在天上呢。再来一个这个。行。9块7，这个31块3。40。嗯。好的，再来。来好几次了。啊。在这边摆摊时间长了，老顾客呢也越来越多，小白这胆子啊也跟着大了起来。今天一下拿了200斤。这个有一点点酸，这个不酸，是纯甜的。36块2，36。7块2，7块。36加32、39。哦，三。差一个行吗？行，谢谢。好，走啊。走。你看这都是刚进来的，带一点的。16块4，16块钱，不是5块，我是5块5一斤。哦，多少钱？哦，好，再来。13块6，给13块钱吧。好，再来。最近这个天气啊，越来越热了，葡萄呢也是越来越甜，我这个皮肤啊也是越来越黑了。我现在跟你差不多一个颜色了，漆黑。情侣色。这个不甜，这个是阎王中路不甜，满脸上是吧？羊肉妹妹不酸，不是不甜。哦，对，不酸，13块2，给13。30块1，30块钱。这一天带两摊筐，基本上都不够卖的。我现在有经验了，夏天就得出摊早，6点、7点就得出摊，因为早上人多，凉快。吃多少你减掉多少。对。36块2，36。6块6，6块吧。6块36，42。这儿。一斤，啊，太贵了，这个葡萄它就贵。好吃点了，大姨拿这个。看，好吧，行，爸。漂亮。33块2，给33，7块4，给33。葡萄剩的不多了，基本上也都摆上来了啊。照这样情况看，今天中午就可以收摊了，而且呢，营业额有望突破1000块钱。12块12。好吃再来，这味可甜了。好吃的。啊，这个好吃，啥都想吃。68块5，给68。好，走了。嗯。40块2，给38就行。带他干啥来？弄晒。哎，我一边干饭。哦。我说弄热。手机嘛。哎。哎，别。微微。别。老顾客还给送2杯奶茶。不好意思，都记得下次给人家便宜点。嗯，今天确实很热，刚才还渴得不得了呢，这会儿有水喝了，干杯。37块8，给35块钱吧。伞坏了，今天风有点大。你卖，收起来算了，不要了，收起来吧。收起来，别打了，别吹坏了。戴帽子。就剩最后一串了，还等吗？再等一会儿，不打伞根本受不了。我在这扶着他，没事。36块4，给33吧。好，最后一串，行。便宜点，来好几次了。是的。慢走。收摊，结束了。还剩这一小点给小孩吃。又到了最后跟大家汇报收入的时候了。今天小贝啊一共摘了2筐阳光玫瑰，3筐悠悠，加在一起呢，今天的营业额小贝刚刚算过1263块钱，我们的净利润305块钱。今天呢应该算是我们今年卖葡萄以来收入最高的一天了，明天再接再厉。